火锅好吃，就是衣服上的味儿难去。哎，阴雨连绵，衣服总是晾不干。衣物贴身，清洗消毒不彻底，细菌容易引发皮肤过敏，怎么办呢？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允熙。衣服是我们重要的贴身之物。在日常清洗中，常规的滚筒洗衣机内外桶结构复杂，容易形成水流死角，堆积污垢，滋生细菌，造成洗衣二次污染。一旦再遇上梅雨季节、沙尘天气，衣物的晾晒更让人头痛。那么，如何仅凭一台洗衣机就能将衣服彻底洗干净并且烘干呢？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去见识一下。洗衣添加多少洗衣液是个难题，智能投放系统自动感知衣物重量，为其匹配合适的洗衣液用量。随着525毫米大桶径有节奏的运转，衣服在翻滚和摔打中实现更高效、更彻底的清洁，还能增加衣物蓬松度。离子柔护洗烘一体机的离子风柔护技术释放10000级负氧离子，除菌净螨，50度低温烘干衣物。在家就完成了一次专业级衣物护理。用这台洗烘一体机洗过的衣服不仅清新，还非常的柔软蓬松，无需晾晒，直接就能穿出门，实在是太方便了。那么离子柔护技术是如何除菌净螨去味的呢？烘干技术又如何做到让衣物更蓬松的呢？一起去一探究竟。原来离子柔护洗烘一体机配备了离子发生器，电离空气产生大量的具有强氧化性的负离子，瞬间吸取掉细菌、病毒、蛋白质中的氢离子，达到杀菌目的。50度低温烘干技术搭载变频风机，让离子风深入衣物面料纤维中，使衣物蓬松更柔和。独有的专利免污水封舱技术，三层密封条将内桶三脚架密封，达到 IPX8 专业级防水。外桶全新光滑平底设计，水流一冲即净，做到内桶防渗透，外桶不藏污，有效解决洗衣二次污染。洗衣机干净，衣物才能更干净。有了这台离子柔护洗烘一体机，我们不仅能穿上更干净舒适的衣物，科学的洗护工艺还能帮我们轻松应对羊毛等多变的衣物材质，减缓贵重衣物的老化褪色。有了它，你也可以成为一名专业的衣物护理大师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，便携杀菌机器人。我们的空气中有大量的细菌存在，有的对人体无害，有的却有着相当大的危险性，不仅会使身体免疫能力下降，引起过敏反应，严重的甚至还会产生慢性疾病。除了室外雾霾等恶劣天气的困扰，室内除菌是常年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。换季期间气温常忽冷忽热，细菌和病毒的滋生也变得更加频繁，稍不注意就有感冒的风险，尤其是在存在婴幼儿和老年人的家庭中，如何让家人免受细菌和病毒的侵袭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。大型的空气清洁仪器只能满足房屋整体的空气质量，那床上、沙发等难以清洁的角落，甚至我们衣服上的细菌该如何处理呢？这就需要我们的便携式杀菌机器人出场了。想杀哪里就杀哪里，360度全方位杀菌，让你免除对细菌的担忧。那它的杀菌效果究竟如何呢？我们来做一个试验。现在我们对未杀菌的桌面来进行一个取样，
现在我们看到的检测结果检测值为237。接下来我们用这款智能杀菌除螨仪对桌面进行消毒。现在经智能机器人消毒杀菌之后，检测结果为127。通过试验可以发现，杀菌前后的细菌数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看来这个小东西也并非浪得虚名。那么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来实现的杀菌消毒呢？答案就是紫外线消毒技术。其实紫外线消毒技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有着非常普遍的应用。这款便携式杀菌消毒机器人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设计上的人性化，在表面上装配了护眼胶条，有效地防止了紫外线对我们眼睛的伤害。我们的杀菌机器人不仅具有杀菌、除螨、消毒三种功能，还有着三种不同的工作模式。除了可以消毒衣物的手提功能之外，还拥有在小范围内自由移动的避障模式，还有可以在床上使用的钻被子模式。它可以自动监测床上的覆盖物，进行全方位的杀菌除螨。随着人们对身体健康的愈发重视，越来越多的科技手段被应用在对生活环境的保护上。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只要在家里轻轻一点，就可以将所有的病毒细菌拒之门外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智能消毒机器人。机器人设定消毒区域、消毒时间、消毒频率，机器可在无人操控的情况下自己规划最合理路径，避障行走，并且在电量不足的情况下可自主回到充电桩。这款机器人的深度摄像头传感器是机器人具有感知功能的系统，让机器人能够代替人眼辨识物体、测量和判断，实现定位等功能，并配合底部的多种传感器实现轻松避障。除此之外，这款机器人还有一个本领，它配备了红外双光测温装备，能够实现长距离多目标无感无接触实时精准测温，并进行对应体温数据留存，如果发现体温异常者还能自动语音警告。有了智能消毒机器人的辅助，让消杀工作变得更加轻松，让我们远离细菌和病毒，让生活更美好。